第一个撇短一些，第二个撇要长一点，竖画起比较轻，向下垂直行笔，要短。这个点呀，低一点，向右上方带。这个点高点要长一点，横不要写太长。捺笔由高到低，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长，突出捺笔。反，先写撇，撇用竖撇，要垂直，横折弯钩，加上。加上去，点，注意这两个空间，这个不要力道太大，把右边的话空间留的大一点，然后放出去，撇要直，要往左边短，这个是向右伸展出去要长，入，撇短捺长，撇由粗到细，捺笔由轻到重，向右下方伸展。上，横画，不要写太长。这两个竖长短稍微有点变化，左边的短，右边的长。提，口，上宽下窄。把上面留出空间大一点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下面这个横略微长一点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字笔画不要写得太长。